徐凯称男星身高火卡尺，当陈飞与丁程鑫和他同台，身高一目了然。徐凯的官方身高185，和183的刘学义同台时，两人的身高不相上下。虽然只有2厘米的差距，但是徐凯还是略胜一筹，毕竟还是有差距的。许魏洲的官方身高和徐凯一样，都是185，都说自己是185，但是当两人同框时，还是有一些差距的。还是徐凯看起来比较显高，也可能是徐凯的脖子比较长的原因吧。聂远的官方身高177，站在185的徐凯面前，只有被碾压的份儿，矮了半头可还好，根本就不够看的。大猪蹄子终于输给了傅恒了。李成斌的官方身高是184，和只有1厘米差距的徐凯同框时，两人几乎一般高，这一厘米的差距实在不是很明显，看来两人的身高都是一样的真实。陈飞宇的官方身高是188，丁程鑫的官方身高是182，两人和徐凯同框时，虽然几人都是坐着，但是从上半身的差距来看，陈飞宇依旧是三人中最高的。窦骁的官方身高是182，和185的徐凯差了3公分，但是两人同台时，这3公分的差距几乎看不出来，是窦骁穿了内增高，还是徐凯虚报了。